咱们又喂完呢，那不理我了，看啥了？哟，那个小老鼠有敌情，小乖，来看小弟弟小妹妹啦，乖乖，跟胖虎一样。哎呦，先悄悄的看看，乖乖。来来，害怕蓝妹，妹妹从小怪来到现在也没接纳过他，去跟前就打，去跟前就打。他蓝妹这喂奶姿势，这辛苦的，哎呦，这脚底下还踩一只呢，让人给你偷走了，你可不敢进去啊！你可不敢进去啊！嗯，还算你聪明，蓝妹还行，没哈他，随时警惕着。哟，你还厉害人家了，有有有有有，你还是算了吧，你这个家伙厉害，这狸猫呀，就是厉害，人家不厉害你，你还厉害人家了。这小猫以后也不能跟你玩，你一个一个都给打死了。你厉害啥了？蓝妹揍你！哟，他还是胆小，胆小，从小在外面经受一些，肯定经受一些磨难，然后就是缺乏安全感，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。垂帘，别人是垂帘听政，你是垂帘喂奶，妹妹。你出来喂奶呀、啊？这蓝妹瞪个眼睛，你咋啦？干嘛呀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嗯，来来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你咋啦？怎么啦？嗯，来。我陪你来，我抱抱来，抱抱吧，抱抱吧，嗯，想看看，